墨西哥的东南部就一个云南美洲、加州、大藏州和北美洲西海岸的商业战略港口，它是离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近的地方。它是地区交流和个性化的港口服务，因此这个港口叫做 Salina Cruz Oaxaca， 它是墨西哥东南部的商业港口的纽带。Salina Cruz 被定义为小溪的良言，因为它是墨西哥东南部商品和目的地之间理想的连接点。Salina Cruz 在 Tehuantepec 地下的西海岸，因此 Salina Cruz 在短短的320公里之间连接了两大洋之间的中心商务交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与一个中心在服务价值的团队建立联系。100多个专业的港口代理商通过认证为你提供个性化的管理，ISO 9001、ISO 14001，还有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的保安法规。对于进出口的精装箱货物、不同货物、农业和矿产，还有石油及其相关产品， Salina Cruz 敢提供给你跨界中国海关的相关文件优惠的价格，比如电池、保安和30天外贸货物的免费存储服务。这就是为什么 Salina Cruz 是国际贸易的纽带。了解到其战略定位 Salina Cruz 在其港口扩大四线的水域通道，这种方法将能够迎接更大的船，并允许夜间出发，这将会为航运企业节省时间的金钱。Salina Cruz 的原野航向都是为了实现你的目标而设计的。始终我们提供给加州、南美洲、北美洲和大藏洲为目的地的9756，以及通过我们的公路和铁路到塞维局大西洋上 Veracruz 的 Coatzacoalcos 港口与欧洲之间的连接。Salina Cruz 是上国际品质啤酒的出口商 Grupo Modelo 和在 Veracruz 的南部出口石油化学产品的墨西哥石油公司，这类型企业的纽带和商业合作伙伴。为了提高墨西哥的南部的发展，分离能源生产和开发商如 Vesta、Sacciona 和 Clipper 进口和安装了在 Tehuantepec 地下通过 Salina Cruz 港的宇宙在分离生产上的通道技术。这就是为什么连接就是入口，它意味着连接，它意味着发展墨西哥东南部和你的生意。通过 Salina Cruz 港与国际贸易市场进行联系吧。 Salina Cruz 是墨西哥东南部的商业连接港口。